今天从清境农场下来，准备去庐山温泉走走，去看看庐山吊桥还在不在。县政府准备迁村，所以再过几年，庐山应该会从地图上消失了。路过这间好大的温泉养生会馆，门口贴上一个大大的寿字，也没有再营业了。通往庐山温泉的道路路况很不错，南投在推广，政府是推广。沿途看到好多温泉会馆的招牌，可以想象当时庐山温泉区有多么的热闹。路过风景优美的云龙桥，左边是旧的云龙吊桥，庐山温泉到了。通往温泉区的这段路，路况真的是非常的差。右边的公有停车场都荒废了。从2012年县政府公告废止庐山温泉区，到现在也已经经过八年了。沿路的许多饭店都已经没有再营业了。想要先走到那个吊桥那里，我们就先绕一下。天哪！现在又叫你去，没有，又叫你去玩，都要出来揽客，好可怜。可以了，生产啊，这样这样，就萧条的这样。我们绕过塔罗湾溪，来到另一侧的吊桥边。这个波瓦伦部落的彩绘墙是曾经号称庐山地区最高级的温泉会馆——碧华温泉会馆。吊桥是庐山温泉的地标，民国66年的时候完工。全长大概有50公尺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过。好。塔罗湾溪狭窄的河道，在2008年新乐克台风时，暴涨的溪水重创庐山温泉区。走过吊桥，来到另一侧的街上。除了零星几个小摊看起来在营业外，大多数都已经歇业了。再走过吊桥回到另外一边，桥头左侧有几家商店仍在营业着。当地的居民都比游客还要多。
庐山温泉有天下第一泉的美称。庐山园游泳池饭店在那里。这是一个半荒废的地方。我要秃秃了，不会是这样子吧？就这样。三点才开耶。就这样子啊。对，我那时候被蒸好蒸。不会要走到那么下的溪谷吧？像的溪谷哎，头小心哦。有那个大嘴鸟嘛，大嘴鸟，就是会啄人家的那个始祖鸟啊。结果我问了一下往回走的人，才知道温泉头啥都没有了，连水也没有了。往回走又经过这个当年由台中汽车旅馆业者开设的碧华温泉会馆，现在看到的这些地方在新乐克台风时全部泡在水里。看了相关报道，庐山温泉的废址因为母爱山的走山，让县政府不得不进行迁村的计划。仅存的露天温泉池，西西哥看完是这样子的反应：何家温泉会馆的家庭汤屋，顶楼露天汤屋，两个人的汤屋，我们挤了一家四口。中性的碳酸泉水有78度的高温。的一家子，泡完汤走回到吊桥旁吃午餐。今天吃鳟鱼料，顺便买烤肉带回民宿吃。3点半左右离开庐山温泉。君が気づいてさ。